送红酒啊，既不会太隆重，又显得你有品味。一旦谈判成功，那用咱们送的酒庆祝，那感觉，那气氛，那面子不就一下全找回来了吗？行吧。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我穿成这样怎么了？我私下呢就这么穿。进来吧。田佩兰，哇，你们家还挺好看啊。第一次来也不能空着手，这个呢就当是见面礼。这酒很好喝的。我不喝酒。随便坐吧。啊，我给忘了，他有心脏病啊。哎，让田佩兰说中了，真是来请我吃饭的。你不用麻烦了。不是给你的。哦。